救不了呼吸，而我潜入海底为寻觅你，宁愿窒息。像一个泡影，一触就破碎的像玻璃，可以靠近却无法抱紧，这是那种距离。你的出现是我的心病，同发时间极其不规律，可以协调却无法治愈，因为你的是否还会有转折，有一天时空交错，可是想象总是美好的，我只能在梦里牵你的手。你就像一只鱼离开却就不能呼吸，而我潜入海底为寻觅你，宁愿窒息。为何我们不能在同一个频率交心，这种呼吸定律该如何抗拒。我多想成为你的水，成为你的呼吸，这样我就可以时刻与你形影不离。如果可以，请把爱意变成我的氧气，和你一起。出现是我的心病，同发时间极其不规律，可以协调却无法治愈。